QQ 音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樱桃少女三零三。绝对不是我，反正不是我。谁是长团？我猜猜，我这个答对的、答错的都是。有请你早。早吃牛排，就因为。我喜欢刘姐。She is more than just young and beautiful. She is more than just a girl. She is a bonbon.樱桃定律这张专辑是我们成团以来的第一张首张 EP， 然后也是非常开心可以通过这张 EP 跟大家介绍我们樱桃少女三零三是谁，然后也让大家了解到我们硬而不杠甜而不腻的这个理论。那这个。不行，我开视频还没开始，我已经失败了。啊，这个猫好可爱！我的侧重点是猫。你爱帅哥，我不配。这个猫好可爱。你说我的形象跟你一直不对位，头发有点飘散，身材没有他好，没关系啊。我们下一位。猫，这个有点可爱。猫，这个有点可爱。我以前看过它，我看过它，特别逗。好可爱。猫，还是这个可爱。还是第一。我们都比较喜欢这个。第一个，我们都是。谢宁跟钟雪没有反应就不要写。没有，因为我看不到。他是有防窥膜。我们进入第二个小游戏，就是冷门标签。冷门得多冷啊！别人不知道的东西，别人不知道的吗？别人不知道的吗？写什么？大哥，给奶奶翻译一下。Like something that people don't know about。所以。Right, and then we'll guess who it is. Cool. Ah, 我想到了。我知道了。哦。不知道。倒是有一个特长，但是不能写。打麻将吗？对。真的是。我吃胖的，圈你不一定知道。哎，所以我前听大姐都知道。让我开始打个幸运儿，拿到了一张皮。我拿到了一张皮。肚子上有颗痣，肚子上有颗痣，陈卓璇，陈卓璇的，怎么会知道？你们大家都没有，我见到过，我见过，腿上长过肉泡泡，肉泡泡是什么东西啊？肉泡泡，什么是肉泡泡？肉泡泡是什么？到底什么？什么？啊，什么是肉泡泡？西林吧，啊。现在已经破了，但有个疤。这是什么？时候它是一个鼓起来的一个泡泡，一个气泡。有一天被我给挤破了，然后它就留了个疤，两个。我的是床头有书，有绝对不是我，反正不是我。这个不是我写的，但是我也有。刘学宁吧。
梅天林吧，你就认识他。哦，他有那个什么精神的那个。对，他有一堆。对，就各种各样的书啊，就漂亮女人的100种方法呀。长短腿，对，谁是长？我猜猜。哎，这个答对了，答错了都。都来吧，长短腿。你这个表情不要作怪，这有别人了。我们是内内吧？内内写拼音，内内说写拼音。其实你是练芭蕾练的还是天生的？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哎，哦，我拿到了一张拼音。啊，这个是谁？我喜欢买网上东西，如果不买睡不着了。那你爆料，最近可以从网上买东西的，每天都在，天天就在刷，就在刷网购，人都精神了。四次元。赵烨在上面，只有你了，这个不是，看见你都知道什么意思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夸一个人非常优秀，然后非常聪明、善良、漂亮、可爱。我你在说什么？早上起床吃冰棍儿。对，我是可以早上起来先从冰箱里拿出冰棍儿，先吃下去。刚才都是谁猜对了？不是张一凡，长短腿，是我长短腿。那你也看看啊，我厉害了。把刚刚写的给报一遍，写的全部报一遍。吃冰棍儿，刘星林早上吃小龙虾，刘星林早上吃牛排，周一晚上打麻将。张一凡大半夜的吃了火鸡面，什么？我已经撞了好，我撞着你们快一个礼拜了，你知道吗？心里那一个是欧巴，不是赵月有一天还点了10斤小龙虾去我的房间，我跟奶奶的，我跟奶奶的。如果我们生活就是赵月不打麻将睡不着觉，麻将爱好者。大神，我都说了，那没成加一分，我只能加水，得记得关注我。这个得了这个 queen 可以怎样？恭喜啊，恭喜啊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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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得这个 queen 能怎样？好，那我们下一个盲选手的。表演个人技。啥呀？胸口碎大石头。给我找块大石去。啊，我就掰手指吧。我见过，大家都见过。谢谢观赏，请勿再加，请勿模仿，谢谢。八成员跳男团舞啊？谁跳男团舞啊？怎么眼神开躲避？哎呀，眼睛有点沉东西。怎么眼神开躲避？睫毛有点。哎呀，想想唱啊。开始好吧。哎呀，选谁呢？哦，那我们就选西林。平时上舞蹈课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有个洪荒之力，真的要去保住。哦，可以可以。对，就是他跳女团舞，他都会有种就是自身带着帅气感。我用男团舞的方式来跳我们的舞蹈，可以啊。Cool。成员摆出三个自认为最有魅力的 pose。帮我报个仇呗。那就最爱打麻将的那个吧。自认为最有魅力的 pose。 还真的是你还糊了。再来展示一下我当时打长拳的一个动作。穿上指定的服饰，选六个行吗？可以啊，行，阿诺选六个。我刚还想说，要不然那个黑的再穿个粉色裙子。三二
漂亮为爱呀，什么是最燃？一呀一的高。